务拿花，这是第一个任务。然后拿跟笑如拿完花之后，我们就要前往餐厅准备布置了。我觉得他现在还以为他要晚上要去大道城那个喝酒，然后还要照顾肠胃炎的 Jacky 计划通哦。好，出发。参加求婚的派对会成功，可是 Jacky 肠胃炎，加油！跟 Jacky 说加油！加油！对，那个是刚刚拿的花，花头拿花，好，出发出发，最好在路上不要遇到罗杰芳。那今天色系是米色白色系哦。我们是 White Party， 呀、yeah ，那边是大道城，罗杰芳可能就在里面，我现在非常危险。到了，等一下要求婚的地方。欸、我以为是拍照，原来是露营哦。对，后面后面很漂亮。好，加油！好，一起说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好老派。等一下我们就要在这里躲起来，等女主角来求婚。很漂亮哎、欸、，Jack 有没有找地方哎、欸？希望 Jack 也可以找到不错的地方。求婚成功，在这么漂亮的地方，加油！罗杰芳也要答应，加油 ，Jacky， 会啦，一定会啦。对啊，你是没有想到今天就求婚了。发发，结婚快乐，新婚愉快。没钱了，求婚一下，掌声掌声，贵子。重点是我明天要去吃那个、哦，那个。Jacky， 你还好吗？你肠胃炎了？肠胃炎太好，你加油！等一下出班，乘坐就可以昏倒。昏倒？不行啊，我就是男主角。不太好，很有想法的同事，他男主角。我有些想法，就是我们会。那这个你刚才拿去吗？这个，等一下我们先来装那个透明。肠胃炎的男主。肠胃炎，我真的昨天小发烧。你可以先边讲边用。小发烧哦，对啊，插秧，那就直接一口这样子拿过来。刚刚你会有一个蜡烛灯的路要走哦，然后走走走，你就会走到里面，好像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。杰西现在在背他的那个台词，他等一下默写。对对对，杰西加油。然后家庭在里面等，然后你不会幸福的啦。我们杰西他非常的用心。罗杰芳真的很开心，你找到了 Jacky 找到你，对，一定要幸福哦，耶！黄婷，等一下是不是用 GoPro？ 他现在很紧张。我第一次拿 GoPro， 希望我雷大家。不要，不会，不会，不要担心，你第一次一定会做得很好。你是个定心的人啦。那你要跟罗杰芳说什么话吗？很棒哦。嗨，罗杰芳，你终于这一步，你是不是没有想到就这么快就是今天啊？没错，就是今天。我帮第一次帮人家求婚，就是帮你，所以非常开心。哦，你在背台词？怎么关啊？Casey， 你一定要幸福，每天在办公室都被你闪，我相信之后你一直闪，一直闪，闪，但没关系，我愿意。你看、哦，祝你幸福哦。Hi Casey， 你欠我的要还哦。没有啦，就是 Jacky 真的很辛苦，还差胃炎，还在那边。那我不要跟我朋友约好，跟你们吃饭去。很辛苦，我一直骗你4月24号求婚，真是很辛苦。哦、oh, okay, ，OK， 谢谢辛苦的总招。
很高啊，那个是 Casey 转过来的，看到看到，好可怕。有吗？有啦，是烫了一次。进去了吗？他进去了，他坐下了吗？他坐好了，他坐了，他坐了，坐了坐了，烫了一次，坐了坐了。就是在这一万多个日子里面，然后跟你相约几率只有万分之一而已。我还是相约，我很喜欢这些人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是觉得因为这样，所以才彼此特别珍惜这样的缘分。然后谢谢你都一直陪在我身边，然后还有今天早晚会看医生，然后还会帮我打理生活上的大小事情。那直到就是。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就是事情要做。那像别人都会觉得我们好像已经在一起很久的时间，那其实没有，因为我们才不到两年的时间。那因为我们，那我觉得会给他们这样的感觉，是因为我们都花在彼此身上很多很多的时间。那我知道未来日子还有很多事情等待我们去完成。那希望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把这个。我们想要美好生活的样子，把它拼凑起来。哈哈哈哈哈！我都来了，感谢。好，传递员。对，我是李森。Casey， 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嫁给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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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愿意，愿意。一个月后再告诉你可以吗？不行，来，
可以不可以？啊，愿意愿意。耶！那是要戴右手还是左手？帮你戴左手。脚趾，脚趾。耶！Love you.